哎，以前都不是这么要强的。不是，我应该差不了多远了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哥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别动，你的腿放直了，就是正中间的一个 GoPro。 王蒙，我听你的，方向是吗？是不是这边？你刚才指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大本营的休息区，你想一想，那肯定这边了。滚，来吧。那我够呛了。慢点滚呗，慢点滚。哎，对，一圈。可以，你别说，你别说，很近了。滚，再加一圈。 一圈，再加一圈，一圈都不行了，一圈都不行了。